龙喷着怒气冲向武士，让小朋友尖叫声不断。直播车青少年反毒戏剧校园巡回演出来到第1000场，透过精彩表演，要让孩子们了解毒品的危险。所以你不会随便拿它来打开来吃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就算很想吃也不能吃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回答正确，开心拿到奖品。随着毒品危害年龄层下降，直风车剧团去年扩大守备范围，推出适合国小学生的全新剧情，并且融入网络诈骗议题。孩子是我们未来的护国神山，所以其实毒品这件事情，如果温水煮青蛙不特别的再继续去注意的话，我觉得那其实对未来的危害会更大。其实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，那其实孩子接触的管道非常的多，觉得必须要从国小开始，让他有正确的观念。十多年来，纸风车剧团携手教育部，深入全台各间学校，让孩子在欢笑中学习。银行业者也加入赞助行列。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有意义。只要我们纸风车剧团这一个青少年反毒的这个戏剧工作继续下去，我们兆丰银行一定全力的支持，应该会更加大力道。赞助的更多。这10年过程当中，已经到过1000多所的国中小，将这个反毒的知识呢，能够呢透过呢活泼以及幽默的戏剧的方式，能够做一个呈现。在各界的支持下，纸风车将会继续进入校园，为学生筑起一道防毒的安全线。每日新闻的严文谦台北采访报道。